喂，我在，不好意思，先不要看，先不要看，我这边有一件事，你先按暂停。我这边有一件事想问你，你现在可以拍片吗？观众想要看我们家100%的完整度，我们现在来拍。现在凌晨两点，我等下5点要出门飞。那你还在这里看？好，你各位欢迎收看铁牛跟婷婷的频道啊！就像我们前面讲的，我们新家100%，现在找到时间来拍了，要好好的来介绍一下我跟婷婷是怎么成家。因为有看我们上个影片，应该在这边或这边。上一次是大概只拍到地板那边，上一次是一年，应该一年哦，两年吗？生平满月的时候住进来的，现在就刚好是12月，2岁，所以2年。2年了耶，是2年，不好意思，都已经跟了2年。是不是？他已经不是新家了。他是被住过2年的新家。我现在来慢慢的介绍，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家的100%现在的样子是什么，这样好吧？那你们说好的装潢就耐得起抽，所以2年了，我有2年实测，看起来行不行？对，来，我们走第一区哦，来。嗨，爱奇莲呢？我们第一区介绍的是我们的玄关，我们请我们的女主人来介绍一下。嘿，就是玄关。给各位看一下啊，这是我们家的财位，这是铁牛布置的。然后我想介绍的是这个可爱的日式小灯。我们的设计师丽书，他本身也是一个跟我一样是非常爱日本文化的人，嗯，所以他就自己买了一个日式小灯，那我们的玄关灯送给我们。因为在装潢的时候，我在去生小孩，这一切的设计都是丽书跟铁牛完成的，我等于是开箱。感觉怎么样？不错吧？很棒，很喜欢。OK， 现在到我的部分了啊、哦！很多人在看我照片的时候，都会问说：“哎，铁牛，你身后那个游戏墙是怎么回事？”没有错，我把它含在装潢里面一起制作，这我来介绍一下。你看，这是我们全家唯一的收纳空间。然后，因为这个高度这样子设计，我在上面可以放一些我自己的公仔。那我们镜头带回来这边，那我的漫画都在这里，你看，你看，这也是丽书跟我沟通的。你知道超像我们小时候去漫画店会有的摆设。对，我就是用那个概念啊，我的梦想啊。你的梦想是住在漫画店。我们家的木工，好，然后一路连过来这里。对，这个。这个婷婷喜欢吧？这个丽书设计的时候是想说，婷婷应该会有很多自己的保养品或者是卫生纸，可以放在这边做备用。哎，我们还真的就这样做备用了。对，后来觉得，哎，这真的超好用，哎，放在那个洗手台旁边。然后再来就是全家，我觉得最漂亮的地方，带到这边来了。哇，就是这一台。老婆你知道吗？很多人狂问说，铁牛，你们那个黑色斜斜的长方形是什么？这里有一个很棒的设计，是我站在这边，对不对？我可以因为这样反射直接看这边，然后看汤。我很喜欢这个厨房，大家看。哦，你再一次吗？这是什么？就是关掉。这感应的啊。这是丽书介绍的，它这个可以拿下来充电。对，整个可以拿下来充电。对，就是它不用插电，就不会你不会一直看到一条线。然后呢，就是这拿来计时。对，计时，这也是计时器。然后上面也是收纳空间。我们厨具或者是日用品，像这种干粮收纳空间，然后这里也是。那我每一个洞都有设计插座，把这个拉出来，因为我们要蒸东西，就是要拉出来。这就是我最爱的地方，然后我很少来，因为煮饭是铁牛。丽书说他晚上预防我们要上厕所，还有要帮孩子泡奶的时候，这盏灯他直接亮到厕所，所以有个引导式的方式。因为我们家其实不大，我们从房间走到厨房就这几步，但是他就可以照亮整个动线。对，然后还可以让人家知道，哎，我们有在家，那个小偷就不会上来。对，很安全。我怕小偷会爬17楼冲上来。那个时候要装好的时候，我特别跟铁牛说，我在坐月的时候我说，我们家要非常亮，因为我是一个很怕黑的人。对，灯魔哎。对，铁牛每次他回来就说，哦，我们全家灯都开着，我说我怕黑。谢谢丽书。赞。看看我们结婚的铁牛婷婷。对，然后现在只留这个是。你们看到这我，然后这是婷婷，这是盛平，接下来就到我们的地板。
room 啊，我们的90 S 科技家居。那个时候我想要有个自己的家的时候，我就希望我们全家都是木地板，这是我从小的小小的心愿。然后我们会选他们家是因为他们的接缝处是非常紧密，所以如果洒水了，水是不会渗下去。那因为我们有养狗狗，然后我们又有宝宝，你可以想一定是打翻东西，然后撞翻漏尿什么的都会有。我漏尿，所以我们一定要选一个防水功能很好的地板。对，然后给各位看一下，你看这个卡，我们选的是卡扣式的，有没有看到？哦，它的边边角角都会帮你封得很漂亮，所以还是请师傅好，我建议。你不觉得它的木纹是漂亮的？出来的，它好像蛮多颜色可以选，然后我最后是选这个，它的那个触感是蛮有质感。我记得我们的好像叫做日本橡木白，对，它是有质感的，我觉得就是不会让你觉得。很塑胶，你眼光真好啊，真是的，真是的。OK， 刚刚讲到地板，那这边我想要连带着再介绍一下，我们的净水器也是跟 90S 科技家居买的。OK， 我觉得家里面就一定要有这种净水器，你知道吗？美国的大品牌，我可以马上喝给你看哦。你现在在实测水质吗？对啊，美国大品牌没有问题，封锁点一下。它就可以装热水了，它热水是储水型的，有净水器的人应该都知道了。Good， 好 ，OK， 那介绍完了，你下一个想要介绍什么呢？儿子的房间。是圣平的房间吗？里面是什么？哎呀，天哪，怎么会有溜滑梯呀？你们看，真的假的？可以溜吗？哎，真的可以溜啊！怎么还有一只 dinosaur 啊？你刚不能过这种啊？对，我不能溜。然后这也是他最喜欢的 blue， 对，最喜欢的颜色 blue 色，这也是婷婷选的。最不舒服的地方就是这一块。对，给各位看一下，有衣橱，然后下面有我的衣服，上面有玩具啦。哎呀，没关系啦，然后那边还有一点点呢。顾到儿子，也不能忘记我们的女儿。因为住在舅家的时候，我要一直帮他开门，我的睡眠一直被打断。我说无论如何，在新家就是来到这地方，我一定要装狗门。超漂亮。对，要不要看一下主卧？好，换。嗨，那现在到我们的主卧了。有点害羞。那我可以进去吗？他们可以进去吗？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OK， 婷婷说可以来。就是也太懒了吧！哇，整个房间都粉红色的，好像看不太出来。你知道我喜欢吉贝尔，我老公就是吉贝尔。哎，真的假的？海流过肩摔。哎，这有点色。谁嘛谁？请问这个是你特别为了什么拿出来的吗？大家有看到亮点吗？对，怎么会有这只？这只不是我的吗？你不是放在行李箱吗？哦，对啊，没有啊，他我在台湾，他就会出来，我出国他就会在行李箱。因为这是我去接那个 Google Play 的时候，他送我的，想不到你还珍惜着他，我很欣慰。啊、这张床是我挑，在港埠挑的、哦，大家可以去看我们去挑家具。这张啊，我超喜欢，我睡超好。对，这个是 queen size， 在大小方面，我真的非常挺你。我想分享给我们的小秘密，其实。我睡觉我都是抱着铁牛睡，所以我们的活动范围大概就是这样。哦，对，我们是以这个太阳为中心，我都是睡在这边。然后我就抱着你，所以我们这一部分都是空的，全空。对。但是因为有宝宝太好了，所以这个就是给宝宝睡。对，我们可以睡这边，是我的阳春的化妆台。不错，可是我觉得很可爱啊。但是因为我没有很喜欢放很杂。就是放我真的很喜欢的小东西。然后电视是我从旧家我的房间带过来的，因为我跟婷婷晚上会想要看点剧。然后这个是你跟圣品的衣物柜。然后这个是，这是我挑的窗帘，两层，我超喜欢。哦，我跟你说这个颜色，虽然现在凌晨三点了，对，虽然晚上看起来虽然灰灰的，但是白天的时候阳光洒下来超美。然后镜头带到，你看下面有一个小狗门，这一样的，一样，两片是一样的。我们要服务哪比？他想要睡里面跟我们睡，他想要睡外面。他想睡圣平房间都可以挑选。最后我们就回到客厅跟大家聊聊我们住两年的心得。最后我们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，应该是大家最想知道我们这样子的装潢花了多少钱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全部的装潢包含天花板，然后整个厨房的厨具里面有包含抽油烟机跟洗碗机，然后跟木工，嗯，然后
灯，然后还有一些简单的像冷气要先简单配的管线，全部加起来80万。那墙壁油漆，谢谢丽叔，因为真的蛮帮忙的。哦，我这边要讲一下，丽叔他是直接熟客跟朋友介绍的客人。对。那如果观众们有喜欢我们家很日式，然后跟设计师很好沟通，你想要的风格的这种装潢，你可以跟他说是田牛婷婷介绍的，然后我们咨询会放在关于栏。这两年之间，我们有一些想要微微调整的地方，丽叔都很愿意帮忙。嗯，所以认觉得是一个很棒设计师。宝公这边问你，最后这样住下来，你有没有觉得什么家电跟家具这两个，你有想介绍？好，我先讲家具好了。哦，好，先来家具。家具我心中的第一名就是床，我刚刚介绍，我超级爱那张 queen size 的床，而且还是两杆床。我觉得就算冬天睡还是很爽，会很冷，但是它会让你有一种浮在水上的感觉。然后第二个我喜欢的是我的沙发。你都讲走了，我干嘛？你讲我沙发了耶？沙发真的很赞，因为它是猫抓皮，所以其实哪比它如果心情好、心情不好，它想要磨我不会心痛。然后再来是它很好清洁，它毛粘在上面，其实你用湿纸巾一擦就掉了。然后因为它是防水猫抓皮加防水布，那其实水打翻或正品的内内打翻，它不会渗进去。我们内内打翻过2-3次。然后我们有去挑选家具的那一集，我们有实验，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因为我们家小小嘛，所以很谢谢达姑，他很愿意帮客人客制化他想要的。好吧，既然被你讲了一个沙发，那我要讲的是这张桌子。这个桌子是因为它很多功能性在里面。这个桌子是因为我们家的收纳空间不够多，所以我必须要有一个可以收纳，像例如里面有很多卫生纸啊，就是大家也看到嘛，有很多卫生纸跟一些相本或者是需要用的一些文件资料，必须要收在桌子。接下来是家电的部分了吧。家电我的第一名你知道，我用爆，我每次用它我心情就很好，然后它结束之后唱歌我心情就更好，就是电子艺术。跟婷婷有洁癖啊，我觉得电子艺术我买得很对，我觉得我很值得买到你心里面了，而且我超级物尽其用，我每天一定都会用。有小朋友真的很适合，小朋友玩具、小朋友的衣服、小朋友的内内裤都往里给我消毒，你心里就会觉得很踏实，所以我是个好妈妈，送给孩子最好的。你心中的 top one， 那 top two 呢？ top two 就是空气滤净机，上下层，这个叫汉堡。哎、欸，我突然想到，我们空气滤净机这360天都没有休息过，你发现了哦？刚刚他转过去，他的背影、欸，因为他是那种风扇型，他会这样转。他刚刚那个背影有点沧桑，我想到。他没有休息过哎、欸，对，他厉害的地方是我放屁啊，或是吃一些比较味道重一点，他会变红色，他会讲然后哪鼻放屁他也会清，他也会变红色。他突然变红色的，就代表臭臭。有人放屁，有人放屁，介绍。家电的话，还有我很喜欢我的电脑桌，因为它是可以升降的，虽然我很少升降，可是我非常喜欢，因为它让我在这个家里面有一个地位。哎、欸，我不得不说，他电脑桌超级大。超级占客厅空间，我们要说这是你房间吧？这很棒啊！这个如果未来换家里的话，我要把它带去。然后还有电视啊，我最喜欢的也是电视，因为这电视很大，很爽哎、欸。其实这电视几寸？65寸。哦，我们家这么小，可以放65寸。对，这个要非常谢谢家电姐妹。谢谢家电姐妹的姐姐们，这些都是她帮我们精心挑选，对，帮我们介绍的。所以我们装潢加家电家具 ，total 大概花了装潢80，那其他家电跟家具零零总总加一加。应该30-40跑不掉，因为我没有去细算，所以你这样子抓120。两房一厅一卫，然后坪数是大概27，然后实用21。那东西放一放是差不多了。不行，我刚刚的剪掉太真实了。实用是29，可是因为有包含那个啦，阳台啦。对，你住在里面我就 OK 了，管它多大多小。好，那大概27。好，27。这两年你住得开心吗？
哎，我很喜欢我的家，我觉得这个家就是我心中想要的样子，它不是非常的华丽或是看起来很高级，但是我觉得我回到家就是有一种很温馨的感觉。 OK， 那你喜欢就好，我自己也很喜欢我们这个家，因为我觉得不管去外面工作多累，真的是一想到我回来有你有盛平有哪平这样，我觉得哎，这个家管它多大多小我就很温馨，我很开心。你讲得很感人，我没有想哭。哦，没有想哭。好好。而且我觉得在这个家我睡得都很好。这个180的房子介绍算是 OK 了啦。希望大家都可以拥有一个自己很喜欢的小空间。对，嗯，对，一个避风港。嗯，但资讯那下面有喜欢的都可以去找。对，各个我们介绍的每一位贵人。拜拜，晚安，现在凌晨3点，我要飞了。好，加油，不睡觉喽。哎，各位，还有这个，那这是干嘛的吗？这是栗树弄的，它就是要这样开过来的时候，不要让它撞墙壁，冰箱整个这样撞到墙壁。你看，它就有一个保护，然后这边有一个。哦，栗树真的是很细心呐、啊。这边有一个，就开着的。你看，很厉害吧？哎、欸，它没有到红，它橘色。你最近吃的比较健康。异味，它抓到了。哦，异味。